丁浩，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玩呢？我做不到。你都没有亲自去尝试过，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做不到呢？这很明显啊。没什么是显而易见的，勇敢点儿，你应该大胆的试试，也许能释放出你身体里的篮球天赋呢。来吧，丁浩，快来试试。你好呀，丁浩英雄，精灵们很高兴见到你，请拿着你的英雄之剑吧。不，我不是英雄，我连篮板都击不中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击中篮板呢？因为这个就是篮球运动，首先你运球，然后把球投进篮筐。你会运球吗？怎么运的？我从来没见过。像他这样运球，然后像这样扔出去。丁浩，快进村子，我们把他困在这里。我们也进村子吧，看看丁浩怎么样了。丁浩呢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啊！别担心，丁浩，我们等会儿打开大门，你会出去的。没那么容易。对不起，朋友们，我们迟到了。篮球怪把大门锁住了。也不能用遥控器打开。试着打开那个。看样子篮球怪不仅封锁了中央大门，还封锁了整个控制系统。终于找到你了。丁浩，你以为你能从我身边溜走吗？你不会离开这里的。别忘了，那边有手动驱动器。丁浩，快跑到墙的尽头，用把手打开大门。手动驱动器，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啊？丁浩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已经到了。这里没有把手。你跑错方向了，跑到这里来。丁浩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就是个小坑而已。是的，丁浩，跳下去。我做不到。这是一个投影仪，希望它可以帮你打败篮球怪。害怕失败的人，他被自己的病态幻想所困扰，他自己制造了所有的问题。丁浩，试着跑起来。丁浩，当你扑通一声掉进泥里时，我们都会笑的。我不会让任何人笑话我的。不敢尝试的人是荒谬的，即便会犯错，也不能逃避挑战。干得好，丁浩，再来试一次。再跳起来试一次，尝试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倒是赶快给我试试呀。
嗨！犯错不是问题，而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。但你要记住，你可以做错，但是尽量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嗨嗨，不，丁浩，那是陷阱。嗨嗨，丁浩，往左边。好嘞！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再去领导鱼，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，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，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战胜悲伤，充满自信不再孤独，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。还在什么？快来吧。太好了，长鼻象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丁浩，你能教我们怎么打篮球吗？当然，但是我只学会一点点。如果你们和我学的话，我会亲自教你的。我一直都在观察那个篮球怪。你的球投得还不错嘛，下次试着把腿再放开一点，而且在投球时要弯曲起来。我会再试一次的，不是很多很多次。另一个世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觉